职业级的国标舞世界大赛今天在台北展开，全球最强的舞者几乎是齐聚一堂，而艺人小 S 的舞蹈老师侯永昌和张颖曲是去年亚洲组的华尔兹冠军，今年再度参赛，同样信心满满。配合拉丁舞的热情节奏，选手们在舞台上扭腰摆臀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每个动作、脚步和眼神都要一步到位。除了活力四射的拉丁舞，优雅流畅的华尔兹也很有看头。这场世界级的国标舞大赛吸引国内外许多优秀好手来参加，而背号35号的选手不但是去年的舞王舞后，更是艺人小 S 的国标舞老师，今年可是有备而来。刚刚我差不多打85分，有信心。舞台上卖力演出，舞台下也加紧练习，选手们势在必得，希望就在今夜能把超过300万的高额奖金一举抱回家。